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我是个美的大帅观战，来观战一把绝活路途啊！这方面的话，这边是新病主和配杂技，杂技这波改版以后，其实强度还提升了蛮多的。他的这个跳，说实话，保命能力加的很多了，多带一段滚啊，这一段相当于带位移啊。你本来一跳对吧，进不了交互点的，加这一滚就进交互点了，差蛮多的。这里是直接封了一个窗口。那杂技待会儿，哎，我只要想知道杂技这边跳下来以后会怎么样的，他能不能滚？这里跳，哎，没跳过去，滚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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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过没关系，这边好像还是可以，要不再跳一手？来，我们看这边跳，跳，哎，滚！看这个对吧？你这封口子对我没有用，哎，我杂技可以对吧？加一段滚，而且跳本身就比翻远啊。那这样的话前期的一个击倒节奏还是偏差的，对于鹿头来讲，不过鹿头也回不了头了，追打到了，这边两刀的话第二刀要用钩子起，杂技这边球不够了，翻这个船是不行的，翻船的话这边下去被夹住了，所以他这边是往小房转，小房转的话中间有一段真空期啊，这段真空期可能不太好走，可能不太好走了，补个眼，倒是要倒了，不过拖的时间其实也够了，这个拖的时间其实也够了，再跳一颗，哎，一滚，你看是不是？这边的话，因为牵制了一段时间啊，续出了一颗球，哎，这可以，哎呦，帅帅帅帅帅，哎，看来鹿头抓杂技不是那么好抓了，现在以前好像还行啊，现在的话不太好。他这边要等一个勾才行，这波击倒以后他的一个翻盘面就只看这个防守了，刚刚好像瞄了一眼这边是个地下室啊，好像是个地下室，没看清楚，如果是个地下室呢，观音地下室还有机会啊，观音地下室还有机会，一刀抽，好的，可以，嗯，求者这边的话外面两台机，我觉得如果观音地下室的话压死就一波，压死就一波，压死就都不一定好弄，老鹿头的地下室非常非常恐怖的，挂的话挂到最里面吧，对，挂到最里面，用币最好直接贴过来，秒救也行啊，秒救其实也可以，要么就压死救，反正就压机子好了以后再救啊。哎，勾，好，两勾结束，还好没到二阶，那这样的话可以，可以接受。救下来，外面还有的打，这边应该是封夹子了，等你救下来以后封夹子。封两个吧，哎，封两个，好的，这样的话这边看杂技啊，看杂技，勾一下吧，勾一下，打一刀滑步，没滑下去，没滑下去呢，佣兵这边走不了，但是哎，再放一个夹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没关系，好的，佣兵还在地下室，看啊这边怎么处理，鹿头这边是想再封一个夹子来防这个佣兵的，然后这边是那个直接机子亮了，幸好这刀打中了，要这刀没打中的话这个局可能就是一个三跑了，再补，好的，这边的话无限勾啊，又勾空了，勾空了有点难搞，勾空了这边佣兵主要是个满状态，杂技那边起来了，这刀还没打中，一刀，好的，哎，杂技这里勾过来先挂上吧，19秒传送，杂技这个时间过去19秒好像差不多，可能差一点啊，可能差一点，这边过去10秒钟，鹿头这边的话3秒钟以后有勾，先勾去排耳鸣，先勾去排耳鸣，然后再看吧，这边传送的话应该还有机会往回，好，传送过去，先把这个赶走，这边病患去救人，那杂技这边先挂上再说，如果病患救人呢，其实人的位置也知道了，一勾一刀，那边门还没有点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啊，这边救下来两个人开门什么的，其实还得折一个人回来救这个杂技才行，这边为什么挂这么远啊，直接勾那个中间那个草堆，
勾过去了，赶紧勾过去。这边的话确实啊，还得折一个人回来，折一个人回来拖那个拖挽留，挽留结束以后再走啊。佣兵这边先点门，不过这杂技是一个过半的啊，不二挂的，所以这里佣兵被抓了以后，这杂技不一定救得下来。一勾勾到了，漂亮，那应该是平了啊，应该是平了。挽留是没有了，所以说就算有传送，其实也已经是没有办法留下这个病患了。平局对于鹿头来讲呢，这个平局其实已经可以了，能保下这个平局不错了。因为前期这个牵制的时间蛮久的，要不是那波亮了以后，这边直接一刀带走杂技的话，这个局还真的有机会能完成一个三跑啊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是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